民主挺同志，民主挺同志，民主多元，民主挺多元，民主进步党，民主进步党，请你做自己，请你做自己。哇，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所有一起支持台湾的进步、支持台湾性平的伙伴们，再次的来到街上，来展现我们对台湾进步价值的骄傲。那我记得在大约20年前参加一开始的性平以及同志大游行，当时可能只有几百个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来过程当中有挫折，但是也有进步，支持性平的力量越来越大。那台湾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也有非常耀眼的成就与进步。如今台湾天空上的彩虹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耀眼、代表进步价值的一道光芒，我们以此为骄傲。谢谢吴征发言人，我们所有台湾社会支持婚姻平权的朋友，大家好。我们这里是民主进步党，挺你做自己的团队。我是立委范云，我要跟大家报告，民进党是一路走来始终跟同志坐在一站在一起，不是坐在一起哈，站在一起的政党。这样 OK 哈，那也要跟大家讲，待会会出现的我们的副总统萧美琴，她在2006年就提出我们全国第一部的婚姻平权法案。郑丽君，她也跟尤美女立委在2016年就通过，就提出了婚姻平权的法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蔡总统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有提出，就发行彩虹小卡，而且也承诺我们同志朋友，民进党会实现婚姻平权的理念。那也非常让人高兴的，虽然我们经历了公投的挫败，但是大法官提出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台湾的同志在正义这一方是站在我们这里的。所以在2019年，民进党也率先通过了婚姻平权的法案，让我们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拥有婚姻平权的国家。但是改革的路并没有在婚姻平权的成家的权利、合法权利出来之后就终止。2020年之后，我们在立法院陆续进行还有非常多的努力。在我担任立委的过去这4年，我们让在就是跨国的同志也能够在台湾有合法成家的权利。我们也让同志的伴侣可以跟异性恋伴侣一样，能够收养小孩，能够成家。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好，我们要让同志朋友跟所有不同性别的人都能够拥有身体自主权。我们也会在校园中、在社会上反歧视、反霸凌。我们赖总统也提出了性平2.0的政见，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自己。谢谢大家。也为大家来介绍一同到场的我们的党工职，同时来到现场的也有我们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副院长，还有我们的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秘书长，
好，那事不宜迟，我们今天记者会就正式开始。那首先呢，想要邀请我们的右昌秘书长好来跟大家各位朋友们分享民进党一路走来坚定的支持性别平等、性别多元、平权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也一样一起来参与这个同志大游行，未来也会持续继续努力。那现在欢迎我们的右昌秘书长。好，谢谢大家。萧副总统、郑副院长，还有我们各位委员、各位党公职，我想今天是一年一度，我们同志大游行的活动，从2015年开始开放，政党共同参与同志大游行以来，民主进步党就从来没有缺席，大家是不是DPP一个热烈掌声啦？我想。对于平权，这样子的一个理念跟价值，从来就是民进党非常坚持的一个主张，而且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那2019年，这个我们完成了同志婚姻平权的一个法制的工作。那另外呢，接下来我们也会跟所有党公职大家持续在平权的议题上面，来为大家来发声、来努力，跟所有台湾人民大家共同站在一起，挺大家、挺你，然后我们一起大家做平权的一个努力。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加油。谢谢右昌秘书长。我们现在再来喊一次今天我们的游行口号：民主挺同志，民主挺同志，民主挺多元，民主挺多元，民主进步党，民主进步党，挺你做自己，挺你做自己。好，好，那我们现在就马上邀请我们的副代表潘伟琴来为大家致辞，欢迎伟琴。好，各位民主进步大队的伙伴们，各位支持性平运动的伙伴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哇，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所有一起支持台湾的进步、支持台湾性平的伙伴们，再次的来到街上，来展现我们对台湾进步价值的骄傲。那我记得在大约20年前参加一开始的性平以及同志大游行，当时可能只有几百个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年来过程当中有挫折，但是也有进步，支持性平的力量越来越大。那台湾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也有非常耀眼的成就与进步。如今台湾天空上的彩虹已经成为全世界最耀眼、代表进步价值的一道光芒，我们以此为骄傲。大家会继续努力，让我们的社会更进步，让我们多元的价值能够更共融，让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台湾会更美好。I'm so proud of you and so proud of Taiwan. 加油！更多元，我们一起努力。谢谢美琴副总统。那马上呢，我们就会加入这个游行的队伍，好，一起来走今天的同志大游行。那我们现在再一起来喊今天的这个游行的口号：民主挺同志，民主挺同志，民主挺多元，民主挺多元，民主进步党，民主进步党，挺你做自己，挺你做自己，民主进步党，民主进步党。挺你做自己，挺你做自己，民主挺同志，民主挺同志，民主挺多元，民主挺多元。Thank you.
民族同志，民族同志，民族同志，民族进步党，民族进步党，请你做自己，请你做自己，民族进步党，请你做自己，来，民族请同志，民族请多元，民族进步党。加油！尖叫声，加油！尖叫声，加油！尖叫声，加油！
价值，宣传我们的不可同日，有有飘飘音，还有我们的副院长郑丽君，还有我们的李幼桥秘书长，还有宣传部我们的立法委员、党会委员、花车委员。加快一点，小心哦！加快我们的常会委员也在现场，还有我们的台北市议员颜若芳、洪哥义、简淑培、林耀君，都跟大家在一起。还有我们的新北市议员山田萌一、卓冠廷，今天都还有林延仲，应该很厉害的，杨东佩玲。Thank you.
己，民主进步党，民主进步党，挺你做自己，挺你做自己。谢谢大家，有开心开心，开心看前面，对，谢谢。OK， 谢谢谢谢。今天的天气非常适合游行，所以有点小小的飘雨。所以刚刚呢，美琴副总统提醒我们党提问，提醒我们说，你今天的天气是有可能看到彩虹的哦。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看到彩虹的话，请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民进党大队，请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如果今天看到彩虹，就绝对会是一个非常非常。Thank you.